捣蛋鬼，来吧，捣蛋鬼，就你，不是我。欢迎来到交易大厅，本次交易大厅的道具卡将通过盲抽的方式进行。盲抽啊！盲抽，抽取一次需消耗30原力值，抽取次数不限。哇，这个要抽的。我们来听捣蛋鬼的吧，姐。姐，你说了算。我？为什么一定要我来？没事，你就来吧。就是我们要选一个，就选任意一张打开，一张30，对，一张30，你会怎么选？倒数第二张吧。倒数第二张，这个吗？这里吗？这个还是那个？这张。这张。这一张。修改卡，随意去掉一个元素，一个元素，某一种东西。还可以吧，这箱应该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所以你是知道里面什么？我怎么能知道？我上哪里去知道？就如果捣蛋鬼的话，肯定会知道。还有，我不知道捣蛋鬼知不知道。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好贵哦，要不最多再买一张，再买一张，你就剩100。那给另外一个捣蛋鬼一次机会，谁呢？你自己吧，来来，你自己，你选一张，你选一个。来，捣蛋鬼，捣蛋鬼二号，你再选一个。承认了。你再选一个。你选。你不是捣蛋鬼吗？我不是。我知道你不是。这个没关系，你就选吧。三号。然后什么卡？大勺卡。这什么意思？石油组可获得一个大勺子。大勺子是干嘛？这肯定是个好卡，我跟你说。没见过的卡是好卡。真智慧，你当时的眼神。我咱们真没见过大勺子。大勺子是第一次来的。大勺卡，尖勺。尖勺。可能。啊。会不会打乒乓球？还抽吗？还要吗？不抽了啦，没钱了，怎么抽？啊，结束了。恭喜玩家交易成功，扣除60原力值，获得修改卡和大勺卡一张。接下来，请所有玩家前往大链接仓。哇，你看到没有？哦，又是吃的！我的天哪！这个感觉很好吃，甜的。哎，过年的时候你们都吃什么？家里一定会出现的菜。红烧肉。是哪里人？浙江人。饺子。哦。饺子。就一般饺子吗？还是会特别包二般的饺子。哦，会有那种包着钱的饺子。我家就是包钱的。包钱。我们家也包钱，也可以包钱。对，所以大家会抢那饺子。反正就是那一天的饭就一定要摆满桌。对。就要凑得很满。嗯。对，你呢？你们家不吃饭是吗？馒头。说实话，别因为不要最好不要跟我聊过年做饭吃饭家里做饭的问题。OK， 我这会儿我真的，我妈不会做饭。就是一说过年做饭我就想哭，所以这个。你妈都是。所以我觉得去邻居家对付一口吧，拿着碗就去了。你是说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，不玩笑。就你，我说过这个事儿。你们家过年的时候点外卖。那我们吃年夜饭以前呢，我们要进行游戏。好，数字。好的，接下来进入今天第三个关卡，欢乐年夜饭。玩家将代表食材的标记块绑在小腿位置，通过跳长绳的方式将所有食材翻炒3次，完成烹饪就可以获得对应原力值。每道菜只有3次挑战机会。啊，一样的游戏啊！没有换游戏吗？还是炒菜，跳长绳炒菜，炒菜，炒菜。我觉得我们必须得上，如果我们不上的话，他们万一是捣蛋鬼的话，他们上就来啊，就肯定不让我们得分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捣蛋鬼在跳的中间的话，他会容易捣蛋呢，还是在甩绳子的时候比较容易捣蛋？所以要把那个你们认为的捣蛋鬼那个人控制住。不是，首先捣蛋鬼绝对不能让他摇绳，摇绳是很重要的。是对，捣蛋鬼是一定不能摇绳的。对。那你决定，你指派任务，你觉得谁？ 我现在是被怀疑的人，我怎么指派？你觉得谁应该摇绳？我的小鬼去摇绳吧，起码他要去摇绳。鬼摇绳，解说了。
鬼妖神，还要再配一个，你们自己选一个。不，你配，你给我们配，我们都好。我那就这样，我跟鬼妖神，我们俩互相怀疑嘛。好啊，来啊，你们摇，那我们跳。好吧。啊，就这样。OK， 来。来，我们试一下好吗？来，3、2、1，来。1、2，甩起来，姐！我甩了，我怎么没有甩啊？来呀！来啊！很累的。1、2，来呀！慢点！这不打我脸吗？这玩意儿！你们可告诉我，我告诉你，1、2。等等，别吓我了。哎呦！他这不好进。啊，这。他这不好进。哦，只能从这边进是吗？他这不好进。哎呀！别使劲。我使了。那别拿了，进。是这样的，你就不敢迈出那一下，是这样。明白了，来吧，就这么玩了，来。累吧，省点力气，来，你们脱鞋，咱拍手，来脱鞋吧。年夜饭第一道菜红烧鱼，烹饪成功可获得50元力值，请玩家准备。红烧鱼，这肯定有鱼，这么多鱼，青椒，请拿取你们的食材。把姜给我，对，我红椒、青椒，你们先试一试，来这个板到底有没有很痛？哎，哇，这个是真痛，我还是踩这个。这个不痛，这个还好，就舒服很多。谁先进？我觉得你最后进吧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因为你害怕，你高，你适合在后最后进。那我先上，来吧。来，3、2、1，走。走，一，二，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进啊？啊！回头看一眼我。姐，舅舅。姐，姐，舅舅。姐，姐，姐，舅舅。姐，姐，姐，说快点什么？会。说快点什么？会。哎呀，我你倒是进呀！姐，你在我后面。行。你推我一手，好吧？哎呀，推我一手。你们一起喊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呦，你在后边，你在我后边。上吊了，你快点吧。多了，不是多了，这没有没有做效果的意思啊。确实是，你就在后面推我一手。推你一手。对。哇。哎呦，又有点羞耻了。哎呦，玩个跳绳不会吧？哎呀，一，二，三。这不赖我了啊！勾到了，没事，正常，勾到了。回来，再来一下。第几次了？红烧鱼这道菜，你们只剩最后一次挑战机会。3、2、1，1、2，往前点。姐，摇起来，姐。走。走了，摇起来，没事，还有机会，别停。你怎么出去了？你出去干嘛？你都跳起来了。我站这儿了，腿我还没站稳呢，就这么跳啊？就这么跳啊？太难了，让他摇绳吧，不行，他太难了。红烧鱼挑战失败，是输了是吗？没有，这盘菜就飞了。我摇绳吧。老钱，你说你是不是捣蛋鬼？我是，对不起。我就觉得应该是老钱，因为我推他嘛，第一把推他，推进去了，第二把推不动。等，走了。当然了。秦小姐，她昨天跳绳就不是这样，我今天跳绳特别恐惧。